大家好，嗱，眨下眼 My Radio 咧已經係十週年，今年咧我哋都有好多十週年嘅慶祝活動，咁啊請大家留意我哋嘅網頁嘅通告。所謂風雨生信心，過去十年風風雨雨係嘛，跌跌撞撞，但係到咗今時今日 ，My Radio 仍然係屹立不倒。大家對 My Radio 嘅最實際嘅支持咧，就係通過月費支持計劃，為我哋所有嘅節目主持人打氣，記得交月費。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咧？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咁啊，歡迎咧，大家咧就翻翻嚟咧，我哋澳門最知名嘅呢、這個格鬥網上節目啦，格鬥澳門界係啦，我哋係講呢個武術啊，格鬥為名啦，你啊格鬥揸鼓啦，我就武術唱歌啦，咁樣咧就今集咧都係圍繞住啊，即係探討翻最近呢個武術界咧熱烘烘嘅話題啊。就係即係我國嘅武術界啦，中國武術界啦嘅一個熱話。就係、是、有六大派圍攻光明頂。咁啊，由阿昌師傅嚇嚟到去同即係咁多位弟子去演繹下究竟發生咩事咧？啊，請啊！咁其實咧就係講啊徐曉東嘅，係啊有碌下 Facebook 啊，有睇下新聞紙啊，睇下電視都知㗎啦。係簡單嚟講咧，就係、是、極速廿秒 KO 咗一個太極師傅啦。哇！嗰、那個犀利嗰個。系咁咧嚇，最呢件事最令人發人心省嘅就係、是，喂，原來中國武術如果擺喺實戰嗰度，係咪咁 work 嘅咧？令人就引起咗呢個質疑同埋反思。咁啊，嗰、那個徐曉東咧，好多人以為好串啊，好成。但是我花了啲時間睇翻前前後後啲訪問，佢同嗰個咩雷公太極挑機，其實都係因為啲網上邊啲口角戰啊，跟住 cap 圖又俾人鬧啊，跟住佢又網上邊又鬧翻人啦、啊，跟住越嚟越反面，跟住約個時間出嚟打。而嗰個雷公太極嘅師傅咧，佢完全冇意識到，甚至乎佢根本上覺得自己係會打贏對方而出嚟挑機嘅。嗯，即係其實係好多搞緊武術嘅人，佢係完全未接觸過真實嘅格鬥擂台。嘅對決係冇嘅。阿昌師傅，以你多年喺武術界中環嘅經驗啦，又喺澳門武術界嘅知名度啦，你自己點評價呢個東東咧？呢個東師傅咧？哦，咁就佢作為一個38歲嘅教練咧，佢都仲叫做有操嘅。即係當然啦，雖然已經過咗人生最黃金嗰個體能嘅時間，冇錯，但係佢技術仲喺度，同埋咧佢好認清楚。格鬥技擊武術究竟有啲咩分別？同埋話講真啦，你教 MMA 教練有牌啊，都未夠啲咩氣功啊、太極啊、詠春拳力啦，你有牌都未夠。你因住你嘅言論會令到澳門俾武術界孤立喎、啊。誒、唔怕，武林窮英會咧，所有嘅師傅咧都會出曬嚟，全部都係精英嚟嘅。例如咧？例如啊，自己揾啦，我唔記得咗。咁啊，例如咧，嗰啲啲弟子掂一掂佢咧，都會即刻觸電啊、跳舞啊，跟住又會俾佢龜波氣功焚開咗。係啊，即係你打一掌之後，100年之後咧，就會內臟粉碎而死嗰啲。因為其實咧，你而家咧睇下咧，其實咧即係嗰啲武術界咧，有好多嗰啲高手咧，示範咧嗰啲咩嗰啲叫咩啊太極啊、咩氣功嗰啲咧，即係我唔可以話係假。主要話佢製作比較冇咁認真，其實係幾回事嚟嘅。你話威也會好啲，或者講翻你即係學嗰、那個徐曉東話齋，即係500年以嚟咧，你中國嘅技擊演化成武術中間咧，好多文化上、社會上面嘅制約，你搞到呢一堆咁嘅功夫同埋武術嘅嘢咧，會限死於套路而少咗實戰。其實你睇佢挑嗰啲咧。其實佢主要都係挑啲吹水怪嘅嘛，但如果你真係堅嘅，嗱好簡單，你真係揾個真係平時操開，即係唔係話嗰啲咩門派，譬如空手道、跆拳道或者係泰拳啊，唔好，就算係武術都好，嗰啲咩八極啊、詠春啊，實戰過嗰啲好多噶。嗱，我咁講咧，其實你譬如你話太極咧，嗱，我唔知，因為我睇咧嗰個而家俾佢咩廿秒打低嗰、那個那個肥仔咧。
嗰個叫咩名啊？個肥仔雷公大忌女啊，係雷女啊，阿雷女啊，呢個肥仔啊，我好驚佢。係咪要雷毅？啲人會嚟澳門揾我晦氣啊！有咩事咧？去阿昌師傅個武館度踢佢管算啦。我冇錯，我唔係武術界人嚟嘅。嗱，我喺路環蝴蝶谷三號嗰度有個館嘅，過嚟踢我啦。係啦，咁樣咧，佢咧，我睇佢平時嗰啲咧，全部咧都係啲咩？即係佢同啲弟子練嗰啲咧，就打得好兇狠嘅喎，即係唰唰嘣嘣，唰唰嘣嘣。哇！頭先聽到砰砰聲，就喺錄音嘅時候咧，就竟然有人嚟踢門喎！哎呀，好彩咧，我啊兩下乾坤大挪移咁啊 KO 咗，咁咪繼續錄音。啱啱咧，阿昌師傅就使出呢個中華嘅絕學，就係咧嚇，傳承於張無忌啊，傳說中嘅武術絕技嚇，咁搞掂咗啦。其實咧就係嚇攞出茶錢，請啲師傅過隔離飲杯茶先，跟住咧就話錄完節目再繼續比試。吓咁啊，请走咗啦。咁啊，好啦，继续翻翻嚟。系咁啊，头先你讲紧即系你对呢个阿东哥嘅睇法啦。哦，咁佢啊真系一个好实战嘅 MMA 教练嚟嘅。我觉得佢未必真系好犀利，但系佢系一个好老实嘅练武者，即系落实会打会练会操。系啦，未必系最劲嗰、那个，但系一个老实嘅人。咁啊，但系佢而家咧，其实咧，你见到咧，逢系咧，即系喺呢啲环境吓。叫做話咧，一得失咗一啲叫做話界別啦，或者得失咗大多數人咧，就嚟嚟去去咧都有幾個惡果啊！第一，會俾人將你所有嘅言論嚇係揾翻出嚟啦，跟住精挑細選一啲係非常之對你不利嘅言論，甚至乎根本上冇講過呢咁嘅嘢 ，P 圖嫁禍你都仲得。而家屈咗佢有啲搞啲咩情婦啊，屈咗佢出面又有個私生子嗰啲未啊？好似屈支持日本啊嘛啊反对将个钓鱼台咧就攞翻咁样样，有冇话佢打细路仔啊搞基啊？应该奸人老女乜都齐噶啦，因为应该就好快咧就系人格污蔑啦，首先言论污蔑，跟住人格污蔑啦，跟住就系、是直情系抹消你啊嘛。系啊，被消失噶啦，以后你而家喺百度系揾唔到佢个名噶啦。系啊，已经百度唔到噶啦。系啊，百度唔到啦，阴公。咁大镬？被消失啊嘛，真系，因为咧，我想话你听，你武斗几叻，你私斗几叻，打斗几叻都冇用，你都唔够批斗咁劲。中国人系咪先？系啊。打唔够你打咩？唔紧要，用政治势力，用强权，用金钱去 KO 你，呢世都冇运行。咁啊，其实咧，同埋你睇咧，而家输咗嗰个女女啊，嗰、那个咧一代宗师，咁样咧，即系我都讲啦，睇佢平时咧同啲徒弟嘅对打咧，就非常之凶狠嘅。直头好似央视有个特辑咩中国当今十大武者十位里面噶，劲到咁噶，唔知点样剥魔嘅西瓜可以打到西瓜内伤噶。个 feel 咧系好似即系比叶问更叶问嘅。唉，即系点讲好呢？即系阿东哥讲嗰样嘢系啱嘅，你就系将呢个武术太过神化，吹水啊，嘴炮。佢哋唔系吹嗰个武术啊。佢哋吹自己啊！啊咁啊系，佢哋唔系将佢哋嗰个武术同个信念嚟做神，佢系将自己做神嗰下先碌鸠啊嘛！咩叫雷公太极？即系佢自己立派喂，而家佢只不过系先成某个太极，跟住又自己立一个派出去，知唔知啊？但系之后佢哋为咗去，即系去将自己去变神，咁咪去做好多，即系叫做话所谓表演啊，做好多嗰啲吹嘘嘅嘢咯。咁结果而家输咗啦。嗱，老实讲，如果你输咗咧。或者係乜嘢？你唔需要講咁多，你自己咧就咁病馬便算噶。你有冇睇佢而家輸咗個態度點啊？第一係賴地眼啦，話嗰個地咧係鋪咗嗰啲膠喺度，咁唔慣線親。二著咗新鞋，咁呢個咧我就唔知佢咩理論啦。可能佢買嘅中國嘅新鞋就咁啦。以我所知咧，新鞋就反而唔線嘅。因為著耐咗啲鞋就會係磨咗。最重要係咩呢？術高莫用啊！佢話，即係咧用內功嘅話就震死人噶啦。係啦，咁但係老實講，你打得呢啲簽個生死狀嘅，你真係有能力打死人，我覺得先算啦。你做咩而家 Street Fighter 一個波動拳隔空打死人啊？你知啦，中國你見咁多車禍咁多嘢都係打死人冇事，打傷人先大鑊噶嘛。點解你唔去研究啲嘢咧？咁同埋一樣嘢喎。最重要你見佢後尾個記者訪問佢，
咁佢話：，唉，內功會打死人㗎，咁樣喎。跟住佢同個記者講：，啊，你嚟試試啊，攞嚟你試試啊。你即係嗱，老實講，呢、這個世界作為一個師傅做人出嚟係要有品德嘅。你一個記者訪問你，問你幾句嘢，你稍為唔如意，你就同記者講：，啊，我攞嚟你試試啦。你啱啱先同我講：，喂，咁樣會打死人㗎喎，咁樣點？你轉頭就同個記者講攞嚟試，即係要打死個記者。即係老實講，練武。如果你講到係為身體健康好，為乜嘢都好，一個叫做話哲學又好，乜嘢都好，係要攞嚟咁樣用嘅咩？嗯，你咁樣係咪比嗰啲黑社會啊，或者比啲恐怖分子更加低俗？冇錯，即係呢樣嘢就係其實直接咁講啦，唔好講武術先啦，你連一個正常做人嘅品德啊，一個正常如何做人都未識嘅時候，你點樣去做一個嘅所謂嘅師傅咧？做師傅唔係淨係講你嗰個武學嗰、那個武力有幾高，唔係講你嗰套嘢研究得有幾精深噶嘛？你作為一個師傅，你一個傳承者，你同一個教師一樣，你自己就係一個準則嚟噶嘛？嗱，其實咁樣樣啦，阿揸鼓先生，其實你都追開阿台長啲節目，其實佢都有講過啲武術嘅，就算係葉問嗰個年代咧，你中國好多所謂嘅識武術嘅師傅咧，都唔係咁嘅款噶。同埋佢哋都係好著重實戰講手嘅所謂就係私底下邊嘅對決，即係唔係俾電影黃飛鴻啊、關德興嗰套洗腦話啊，最緊要冇得啊，唔好打交，唔係咁樣噶，成日都由得啲僆出去打，打完之後翻嚟同師傅講，喂，我打成點啊？屌你點？跟住話翻佢聽嗱，咁不如下次試下嗰啲招打柒佢啦。唔係你知唔知點解啊？啲師傅通常都兼埋賣鐵打走噶嘛，係一來啦，兼埋賣鐵打走啦，二來係先。其實真係好，就算係民初年代，好多識武術嘅師傅都好著重實戰武德。屌你打輸先講武德嘅啫，咁其實都係打輸之中都要吸取經驗嚟改良嘅實戰技巧。你話練功夫咧，又唔係攞嚟打交咧，攞嚟練嘢又唔係攞嚟防身咧，我覺得係笑話嚟嘅。嗱，即係真係唔係話以下犯上，或者話乜嘢話我哋話細路仔唔識嘅。我由我細個到而家做親任何運動，老實講，即係唔通你去踢波嗱，好似你唔通踢波，我哋唔係計輸贏嘅，我哋係享受嗰個有得落場踢嗰個過程。嗱，呢啲説話咧，你可以同人講，可以諗化人，但係你落得場，你真係唔係為贏嘅咩？唔係你射唔射個龍門先就係咁簡單。係咯。即係你唔使龍門仲玩嚟做咩咧？即如果你任何嘅武術或者任何運動技藝係冇咗呢一個競技同埋競爭作為一個主要骨架，你點樣去做咧？當然你喺街你話喂我練習一身好武功，跟住利用呢個強項咧走去打劫啊、奸人掳掠啊、嚇殺人放火咧，係唔啱嘅，係真係唔啱。係即係正如喂，如果你譬如好似而家你去學點樣去用一支槍，點樣去瞄準，學一啲戰術方式。點樣喺個室內度點樣容易啲打人，學追擊點樣學追擊人？咁冇人叫你真係學咗呢啲方式嚟做做。喂，大佬，你咪白兵嚟噶嘛？你冇理由揸槍射人係射唔中個靶噶嘛？即係只不過係一樣嘢，就係你話你當係你作為一個人一個男人好點都好，叫做話學定少少嘢啦，或者點啦，你可以咁樣。但問題必要時，其實所有嘢就係話俾你知，你唔好講攻唔攻擊人，你一定學嚟自衞自保嘅。但你而家中國嗰啲武術界嗰套係直情係自己造神之後咧，佢嗰種情況係去到係佢脱離咗現實啊！冇錯，亦都可能係時代嘅關係啦。點解咧？嗰陣時候香港、澳門都仲留得低呢啲咁樣嘅武術實踐咧，亦都同個社會狀況有關嘅。你嗰啲咩魚欄啊、菜市場啊、孤呢啊、碼頭啊，你都要保護自己嘅地盤咧，咩圍村啊、客家佬啊，即係你都仲有一啲民間嘅武鬥，你一定要識呢啲，咁咪有實踐咯。但係今時今日唔係噶嘛。喂，嗱，講我哋趁而家咧，仲有少少時間咧。我哋不如咁啦，我哋武術界嚇講下澳門知名嘅師傅，如果對決呢個咁嘅東哥定雷哥，雷哥就唔使啦，雷哥就張師傅啊、森師傅啊，甚至乎啊博士烏師傅啊，任何啊，你只要我相信，只要你係一個稍為四肢健全嘅人、健康啲人，你都有方法擊到佢嘅嚇。咁啊嚇唔需要擔心嘅。咁啊，我講緊阿東師傅。嗱，我哋講澳門真正武術界嘅高手好唔好啊？哦，就係而家咧。已經是名聞中港澳斯軍頭條的洗嘟嘟先生哦，咁佢係真係玩開嘅喎，佢
見的好勁的，好勁的，好好勁的，不是講笑的，真是一流的，非常之犀利的。我咁講，如果他上台打 MMA 是不是講玩的，我想是 OK 的。嗱，而家大家年紀差不多啊，兩個係咪？兩個都是四十幾，即係未到五十啦。係，兩個身形亦都是接近啦。好像都 fit 的喎。你估有冇得打？咁啊？應該都可以咧，第二屆澳門嗰個咩武林群英會咧，請佢兩個上台。嗱咁樣樣咧，就一定咧全場爆滿，你成個東南亞啲人都搭飛機過嚟澳門睇佢哋兩個比賽。哇！型啊！即係夠曬噱頭，比當年嘅吳塵比武新花園更加震撼。係嗱，我嗱即係仲要玩 MMA。純粹係武術角度咧，我估頭先講嗰位大哥咧贏啊！因為佢 MMA 咧，你睇下阿而家阿徐師傅咧，佢嘅打法咧，佢係硬嘅，同埋咧佢係好直嘅。嗱，仲有一個論點，啲人講咗，即係嗰個雷師傅咧已經攣咗喺地啦，係不停攞拳頭揼佢啊嘛，係揼咗好多錘，但係未暈嘅。但係如果你真係一個 OK 啲嘅人咧，即係一可以。一锤已经晕，或者三四锤都应该会晕，唔系就咁流血，仲喺度起身抹血咁简单。严格嚟讲咧，我识好多咧，真系叫做话打拳嘅人或者系练武之人咧，佢哋好着重一样嘢咧，就系下盘嘅稳健同埋个步伐。你见到佢下盘系唔够稳健嘅。应该系步伐就唔同，你中式嗰啲咧可能系稳健。人哋瞓低咗骑文嚟打，唔系咁骑噶嘛。是啦 ,MMA 是沉技就由锁你㗎啦，崩你隻手㗎啦。即係你打佢个头，但唔係咁样打佢个头㗎嘛。冇错啦，佢係呢骑住你，你手同脚都喐唔到，但係同时间呢係咁揼佢个头。同埋呢，如果你见人哋真真正正呢，即係而家真係少啊。如果你见过以前呢，即係叫做话以前啲叫古惑仔又好，或者以前行走江湖啦，打烂仔交啦，啲严达啦，我哋同阿森哥上呢做节目叫严达啦，要叫。如果你见过以前啲严达打烂仔交，你又会睇到咧，其实咧，嗰种嘅应变啊，或者系嗰种嘅叫做话咧，攻防咧，其实系比呢个 MMA 同埋嗰啲即系叫做打套路咧。哇！嗰啲係點咧？直頭好似美國摔角嗰啲攞支棒出嚟打嘅啦，仲同你赤手空拳，唔係啊，抵手拉咩棒咧？打拳頭交咧，你都見到咧，佢哋係嗰個即係應該咁講啦，佢哋嗰個應變同個執生能力咧，個靈活度好高嘅，係啊，好高嘅。同埋咧，佢哋咧務求嗰種咧就係咧，佢哋嗰種打法咧，其實咧係一係唔打，一係咧就係、是、真係嗰種係要短期內一係 KO 你。直頭釋放曬嘅手勢，有咁狠得咁狠一啲㗎啦。因為你見到咧，其實開親拖咧，基本上咧，嚴達開拖得兩種方式嘅啫。一靠客，靠客嗰啲係唔會喐手嘅。係。第二堅喐手嗰啲咧，係好快分到勝負。即係如果嗱，如果譬如你以前見啲嚴達打交啦，譬如我當下幾十人啦，對方幾十人啦，一起手打咧，可能係前面嗰五至六個。咁、基本上你打親交嘅話咧。只要你前面嗰幾個係好短時間可以將人哋打窒咗個勢，基本上後面就散咁樣斷，跟住就會贏噶啦。即係如果你以真正嘅街頭相搏啊，即係譬如你話叫做一啲爭奪一啲勢力或者點樣嚟計咧，就好少可咧係真係嗰啲什麼喂好論住咧，又話喂又話要打邊邊啊，又個套路又點啊，點樣又要擋住又呢邊又嗰邊啊，又點樣拉翻雲嗰個距離啊？唔計呢啲嘢啦，好難嘅呢啲套路咁複雜嘅實戰好難用咧。有段片啊，有啲小朋友打交嘅喺大陸。喂，一個打五個嗰條啊！嗰條片咧，其實嗰啲學生仔嚟嘅啫。嗱，嗰種打法咧，就真真正正咧，就係嗰啲嚴打打法啦。係真係啊，係咁打。最實用嘅打法。最實用嘅打法。同埋你見到一樣嘢咧，其實你嗱退有兩種嘅，一個退咧就為咗嗱，我褪後兩步，我引你埋嚟，嚟到去攞你身位。第二種退咧就我協。你見到阿東 Sir 咧，對阿。呢、這個阿雷 Sir， 阿雷生啊，係啊，阿雷生對啊，阿雷 Sir 嚇，對呢個阿東山嗰種咧，係自己向後打，未打就去後褪嗰種。通常係啲唔點講咧，唔敢打實際爛仔交嘅人咧，先至會咁樣褪嘅。係啊，因為你正常嚟計咧，如果你自己對自己有信心咧，唔會咁樣退嘅。佢嗰種似係走路式嘅褪後。
就唔係嗰種咧。我譬如為咗拉後少少，你過嚟一腳射你，佢唔係嗰種。即係嗰人哋嗰種咧，退就以退為進嘅，佢嗰啲係冇進嘅，你見到以退為退嘅。總之都係反面教材啦。好啦，下一節我哋就繼續剖析啊呢次武林嘅盛事究竟仲會點樣風起雲湧？我哋黐下手先啦，好唔好啊？好，趁休息好啊，好嚟嚟嚟。國際局勢瞬息萬變，香港政壇風起雲湧，政壇變動。同你深入分析，梁錦祥一周時事。好啦，咁啊，翻翻嚟咧，我哋呢个武术频道啦。咁啊，今日咧仍然系啊吓，揾到咧呢个昌师傅啊，系啦，咁就系即系澳门啊，而家都系武术界一份子啦。系啦，格斗澳门街啊，系啦，同大家剖析一下即系一啲佢嘅睇法啦。喂，咁啊，昌师傅，咁啊，我哋头先即系都讲咗一啲嘅睇法啦，同埋即系喂，假如咁样讲啊，喂 MMA。啊！而家呢位東 Sir， 如果你真係同我哋澳門啦，仍然 keep 得好，身形好好，亦都好知名嘅，洗先生係啊，武術家嚇嗱，唔係講笑啊，我覺得佢冇得打噶，我真係覺得佢冇得打，因為我咁講，我知道嚇。而家雖然你哋喂見到佢又話喂富貴曬啊，又話係點樣啊，但都 keep 翻佢唔係 keep 翻嘅 ，keep 住一直每日勤操。勤操添啊，直头，系直头系冇黐嗰种啊！我敢讲佢嘅身体机能系非常之好噶，系啊，绝对系。我谂点讲啊？佢唔会因为即系叫做话身家丰厚咗咧，而放弃自己嗰个身手或者放弃个警觉意识，唔系呢啲人嚟嘅。严格上嚟讲，系呢样嘢好值得人学习嘅。嗯，系啦，咁啊嗱。講翻啦，第二節我哋要探討一樣嘢啦，就係揾阿昌師傅探討下，喂，其實係咪中國武術套路嗰啲係咪堅唔打得咧？有冇中國武術係打得嘅咧？梗係打得啦，基本上你凡凡都打得。問題咧係嗰個方向錯咗。嗯，上一 part 都講過啦，你其實係社會風氣令到啊嗰個私鬥，就冇辦法可以實際咁運行。咁但係你有規範之下嘅技擊，你越嚟越。運動化啊嘛，其實都即係例如 MMA 就係一個好好嘅示範，你基本上融合國家都可以砌落去打嘅。嗱，同埋大家我諗好多聽眾都李小龍迷嚟㗎啦，佢根本上近乎係地球首個有影響力嘅武術家，提倡呢啲無差別格鬥，佢就係玩呢樣咁嘅嘢啦。你自己睇電影都睇到佢點樣揼洪金寶。而家呢個阿徐生係咪阿東哥係咪話阿李小龍唔打得啊？是哇！佢呢句说话大镬，其实即系佢其他得失武术界都冇所谓。你挑李小龙机呢样嘢大镬。我想讲呢样嘢就死无对证嘅，同埋有个 point 就系李小龙都冇参加呢啲咁样嘅武术比赛啊嘛。系。咁但系佢私底下系好多武术家都好服佢啊嘛。系，冇错。咁我断估啦吓啊，即系呢样嘢就好难讲嘅。我当你武功几高都好，都总会有输有赢。我唔信李小龙系冇输过，甚至乎佢系由年轻开始输过好多次，赢过好多次，佢先可以到呢个境界嘅。冇错，一定啊，系啊，点会人一出世天下无敌嘅？系啊，同埋吕布都死啦，同埋佢好着重自己名誉，如果唔系佢冇理由唔参加比赛。系咪先？如果佢系着重自己名誉，梗系怕输咁，但系又要自己显示得自己好掂，咁先要操一身咁靓嘅身形啦。亦都有人研究过佢嘅身形咧，系速度型嚟嘅，纯粹力挨打呢方面咧，可能系未必够嘅。爆炸力咯，系啦，爆炸力速度，佢唔系同佢打大只噶，系啊，斗快系拳击先同佢打大只噶，泰神先同佢打大只噶啫嘛。系啦，咁即系就系咧，斗快，你出一拳，我已经打咗你三至五拳，咁你已经。俾我打暈咗，咁就贏啦，即係呢一種嚟嘅。反而挨打咧，你一定唔夠泰神啊、阿里啊嗰啲。同埋如果你講挨抗打能力咧，其實泰拳同埋空手道抗打能力都高嘅。哇，犀利啊！直頭咧，佢係打到手腳麻痹嘅泰拳嗰啲。咁你譬如西洋拳咧，根本上佢係訓練嘅一部分嘅挨打，或者 MMA 都有嘅呢啲。
甚至乎是特登食到的身形是略為有少少肉地咁樣才可以發到力㗎。其實我講一些真正我自己識嚇武術界的人啦，或者一啲都有即係叫做有名有姓的人啦。係嗱，香港嚟計咧，空手道江油流啊，我識啊林德良師傅啦，韋漢忠師傅啦，咁啊呢啲師傅咧就喺後生時候咧就非常厲害嘅，更甚者除咗話係喺呢個。即係叫做自己個館嚟到去操到後屘做埋呢個師傅去教翻人之外咧，但佢冇自己開噶，冇脱離過啊，都係喺翻師傅嘅即係去做教練嘅咋。嗯，去到後屘可能係即係有去代表去參加啲叫國際性嘅賽事或者做啲評判啦。嗯，但我認識咧呢啲師傅咧有個共通點嘅。嗯，佢哋全部唔止一範嘅。正常啊。即係嗱，例如啦，好簡單啦。例如譬如頭先我所講啊，阿林師傅咁咧，雖然空手道嘅師傅啦，佢本身亦都係咧有操呢個跆拳道嘅。嗯。咁譬如頭先我所講嘅韋師傅咧，嚇、就柔道，跟住咧呢、這個空手道，同埋亦都有去了解呢個國術啊。同埋南拳嗰啲啊，非常正常。就算係你今時今日奧運嗰啲業餘嘅打拳擊選手，或者係職業嘅西洋拳，佢可能都係識三四樣其他武術，可能唔係好精，但佢一定係入曬門嘅。嗱，講緊唔係好精咧，佢都係嗰啲黑帶以上啦。係啦，冇錯啦，唔係好精，你嗰個範疇都已經夠殺咗你噶啦。係啊，都係黑帶以上。即係唔好講武術啦，講導演啦。徐克是懂得畫漫畫的，是畫得很漂亮的，他跟那些什麼音樂啊、美術啊、那些 click click 啊，什麼都懂的，你會只懂導演、懂剪片、懂電影嗎？即是你觸類旁通，你懂那個範疇的東西，那個範疇周圍淡淡誇的東西都懂很多的。而 我去問他們呢，基本上呢他們都說呢，其實呢武術呢萬變不離其中，但有一句說話呢就他說真是定律來的，就好似咧，你睇呢個周星馳有套功夫嘅，係天下武術，記唔記得佢講一句説話啊？唯快不破。嗯，佢話咧，即係好似例如佢哋去同人哋去對戰啦。嗯，佢話譬如好似後生嘅時候，其實我點解走去去學空手道，點解去練武嘅？冇經濟唔好，俾人劏死油，唔開心。嗯，跟住之後走去拜師。嗯，跟住個師傅問一入嚟，你點解要學空手道啊？我要操 fit， 下次俾人劏死油嘅時候，最少我識點樣去抵抗。哦，咁就收啦，收佢啊。嗯，咁跟住老實喎、啊、嚇。係啊，跟住第二佢話打咁耐交唔出虛招，咩叫唔出虛招咧？唔會嗰啲虛張聲勢啊，走埋嚟我揸你，唔會咁，因為佢話你要睇唔同嘅武術咧個套路係點。譬如自己個風格唔係咁嘅時候，我係唔需要出虛招嘅。每一拳每一腳就係焚嘅，就係焚你噶啦。嗯，問題就係打唔打得中嘅啫。嗯，如果我譬如我後生嘅時候，譬如佢話啊，後生嘅時候最 fit 最當打。喂，你講嗰啲十九歲、二十歲啊、22、23歲時期。嗯，佢話老實講，你跑步路都快啲啦。嗯，佢話一定係最當打、最當 fit 嘅。咁去到我50、60歲嘅時候，我可唔可以好似去做翻後生嗰啲動作啊？嚇、啊，就咁佢話離地跳。離地跳兩隻腳屈埋上去，跳咗一米高，騰空係啊，騰空力，飛腳係啊，即係佢譬如佢話騰空力嗰啲，一定係冇嘅。即係譬如飛腳咁樣，譬如後生咁樣，好中意去出去表演，搭起啲板啊，搭起啲乜嘢啊，打爛幾多塊啊嗰啲，去到你老咗咧，就算你 keep 住操，都做唔到呢一下。咁、反而咧，你耐咗咧，你叫做話咧強身健體之餘咧，就係、嗰個心境同埋老咗嘅作用，就係話傳承落俾下一代咯。話俾即係再將你經驗講出去咯，咁但係其實講到尾佢話都係快嘅啫嘛，佢話即係正如好似同啲泰拳嘅大家過招咁樣，佢話啲泰仔又難打嘅，點解咧？佢又捱得打，佢打你又打，佢打你又得，佢又捱得打，由細俾人打到大，係啊，佢話啲泰仔最惡打嘅，又硬，因為點解啲泰仔你見佢哋練嘢咧？係我以前識過，即係我都以前識過嚴達啦嚇，咁啊係即係叫做我社團入面嘅金牌打手啦咁樣。操泰拳佢點操啊？攞啲木棍，勾自己，勾肚勾胸，即係簡單啲講啊，除咗細佬即係除咗 J 之外咧，
基本上咧，即係除咗你話嗰啲咩眼耳口鼻嗰啲位置，即係打到肌肉係已經麻痹曬死曬。另外咧，試過好多次，譬如打交打到啲手斷咗，斷咗之後咧，再後屘再搏翻咧就又硬啲咯。咁佢兩隻手咧，兩邊嘅手咧，即係例如我以前識個塞里佛高手咧，佢兩邊嘅手啊，佢劈人噶嘛。佢哋嗰啲係硬度咧，係可以即係真係好似你咁睇嗰套叫打擂台嘅電影啊。啊，這個陳冠泰咧，係咪劈條鐵通劈到攣咗嘅？嗯，其實佢哋係可以做到嘅。嗯，即係我所講咧，頭先佢好似話嗰啲空手道嘅師傅咧，喺佢哋後生時候咧，即係以前你有冇聽過點樣開玻璃樽嘅指型啊？開飲啤酒啊？點樣開咧？攞手刀將個玻璃樽咧係劈落去，跟住咧嗰度力咧係可以透入去個樽度咧係齊合嗱，劈爛佢唔係難啊，劈到齊口平，唔好有玻璃碎。嗯，這個是要很耐的練習，哦，即是力度控制很準實，即正如他經常說那些什麼內家的那家東西，其實有沒有呢？是有，因為我曾經呢，但肯定不是那位雷生不是那位雷生，一定不是。為什麼呢？我以前認識一位的賢達，啊，都是香港很著名的一些賢達，他就是這個詠春，嗯，還有他都是有練這個泰拳的。他當時呢，他在我面前表演過都幾次俾我睇係乜嘢咧？攞本黃頁電話簿，係，然之後咧打落去，跟住咧打完之後，佢揭俾我睇頭嗰一橛咧，嗰啲電話嗰啲紙咧，即係黃頁咧，冇損害嘅，冇損爛嘅，係底嗰啲，揭到中間，嗯，你開始見到入面咧啲紙係爛嘅，嗯，換言之咧，嗰種就係嗰度力透落去。咁第二咧，佢哋練咧練準確度咧，點樣練嘅咧？練準確度啊！佢哋去嗰陣時去到練咧，係其實唔需要話好誇張啊。佢話你就將一張 A 一張咪帽紙，黃色嗰啲三 M 嗰啲，屈一屈，黐喺埲牆上面。嗯，跟住咧，用翻一個正常同人企對打嘅距離，跟住咧自己揮拳。嗯，就係要下下打中嗰張咪帽紙。嗯，不停打，不停打，每日打，嗯，打一千拳、二千拳，總之。不是講力度，而是要打準嗰，而屈你屈起咗佢啊嘛，個咪帽子係咪有少少拱起咗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將咪帽子屈曲，跟住咪帽子凸起嗰部分，你就要打落去。嗯，佢哋係咁樣操的。我記得李小龍講嗰句話類似係咁嘅意思啊。佢唔驚嗰個人咧，識一萬種嘅腿法，佢驚嗰個人咧一種腿法練一萬次，你明唔明啊？係。而我認識的這些人呢，全部每一個都跟我說李小龍是堅的，包括剛才師傅都說李小龍是好打得的，全部是口徑一致的。因為說真的，你看回李小龍的片，你今時今日有多少人可以做到這個效果先？難的。還有呢，李小龍呢，我相信呢，他的死呢，那個過身呢，是死於過度吹谷，嗯，一定是過度吹谷，嗯，一定是的，因為他太追求完美，佢個身體脂肪含量咁少，你諗下一個正常人身體脂肪含量得個5-6%，其實係好少嘅。同埋你天氣會好，即係你凍嘅時候你會好凍嘅。另外咧，直頭係話佢拍戲嗰陣時候係暈嘅，佢為咗嗰個身體狀況係最 fit、最好睇、最高境界咧，嗯，即係嗰個食嘢嗰個營養啊，咩電擊啊。即係從營養學啊，身體機能上面嘅訓練啊，全部咧都比佢同時代超越20-30年嘅。人哋諗嘅嘢已經唔係武術咁簡單，唔係哲學咁簡單。同埋佢過身，佢死嘅時候30幾歲啦嘛。係。咁佢已經其實過咗嗰個最 fit 最巔峰，即係身體個負荷力最高嘅狀態啊。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如果佢又佢真係壯年25-26歲死，咁就話咗。佢其實咧，我覺得佢係冇評估到自己咧。那個身體，因為其實呢，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啦，不要說我們練不練武啊，小孩子你20歲之前3天不睡覺你都沒有事，你現在通一晚頂已經叫救命了，接著去到20多歲的時候呢，基本上你通一晚頂啊，即嚴格來說呢，2天不睡覺呢都沒有什麼事的，即好像 我都說我小時候打 war game， 打通宵 war game，是完全是可以伏到 去凌晨4點幾啊，走去偷襲人啊，跟住朝頭早咧去一路打咧，打到10點幾11點都仲打緊嘅，嗯，唔需要停嘅，大佬。喂，但你去到而家咁嘅年紀，我哋而家呢個年紀，夜晚你話通一晚頂已經唔掂啦。第二，
好多時即係你好正常啊，譬如你話喂食嘢嗰啲啊，所有嘢啊，你淨係啊，譬如話啲風濕啊，其他嘢啊，你會有好多咧係以前你冇面對過嘅病。會面對到噶嘛？即好似你細個咁樣，我唔知誒、你有冇試過有一段長時間其實係冇呢個感冒啊、傷風啊，可能係成即我試過嚇、啊、幾年都未病過。係啦，我後生時候就係咁嘅。係即譬如我就唔好話太耐啦，就講我喺譬如喺外國做嘢嘅時候，嗰段期間咧好 fit 嘅。嗯。冇嗰啲咩痛風啊、風濕啊，就算斷完腳咧，好快康復嘅時候咧，都唔會話有嗰種後遺症嘅。嗯，跟住咧，另外咧，成年幾兩年咧，除咗啱啱去水土不服嘅時候發過燒啊，叫做話傷風感冒一次咧，之後咧成年幾兩年咧冇任何嘅傷風感冒，冇病痛啊，揼完雨啊點樣抹翻乾個身又冇事嘅。唉、哎，後生啊嘛，係啦，點同我哋嚟家即係嗰種年，你如果你去到嗰個情況，你就會 feel 到噶嘛，係係咪先？咁你點樣可以以你嗰、那個嗱，好似而家咁，你見嗰、那個MMA 狂人咁樣，其實佢都唔係後生人，係啊，38歲啊，拳拍少壯，所以佢好得意啊！佢喺網上邊嗌咧，只會話同嗰啲咁嘅掌門人挑機，唔會同弟子打，因為佢都驚啲20多歲同佢揼啊嘛。係啊，乜都唔識，但係身體好，夠高大。但係佢打嗰個女女都同佢個年紀大4年咯，係咪啊？哇！但係肥頭得耳，仲要穿住一套呢啲咁嘅絲綢嘅太極裝，嗰、那個真係唔～你睇佢個樣子真係唔似係粗開嘢嘅，粗開嘢嘅人唔係咁嘅身形。屌你街邊時段啊，叔都係咁款嘅啦。森哥好身形好，哇！森哥好好多，係咪啊？森哥一定打得贏嗰位雷生。喂，雷生你又唔好講啦，我都話你求其你揾下博士，揾個女仔啊，只要你身體健全，你都分分鐘打贏佢啊！唔係講笑啊。喂，咁啊嗱，即係講開個實戰問題啊，你自己嚟計，以你認知嘅中國武術。你覺得有冇有邊啲嗱？即係我頭先我講，譬如話喂即係嗰啲叫做話空手道啊，或者係泰拳啊嗰啲，都唔算話好中國啊。中國武術有邊啲你覺得係實戰係真係 OK 嘅？嗱，詠春我覺得得嘅。係啊，仲有八極都得嘅，因為台灣咧嗰陣時候蔣氏家族嗰啲咩蔣經國嗰啲近身保鏢，全部都係八極高手嚟噶嘛。係嗰陣時候就係啊，從大陸嗰啲師傅又過去台灣咁樣，傳承曬啲最精良嘅嘢啊嘛。你而家最叻嗰啲八極師傅都唔係喺大陸噶，都係台灣噶。係係啊，咁即係點講好咧？你睇翻嗰個一代宗師王家衞嗰套，係啊邊個啊章子怡嗰啲咪係咯嚇嗱拳腳。嗱，即係拳腳我唔精啊，我講下啦，我就識用下兵器啦。咁我用兩種兵器啊，咁啊呢個刀啦，咁啊另外咧就呢個擊啦，啲長嘅擊啦。咁我咧同過一啲咧詠春啊，唔係喎，你唔係擊光劍叻啲嘅咩？擊光劍梗係勁啦。喂，講緊咧詠春咧，咪有雙刀嘅，係我同詠春雙刀間過。哦，嗰啲叫咩啊？八斬刀啊？點？係你用如果嚇？譬如話武士刀或者係用中國劍，係冇著數嘅。點解咧？好大鑊㗎。啊！佢靈活過你好多，快好多。佢短得嚟，但係傷都好快。黐身。哦。黐你身，因為你基本上你係有一個距離嘅，你係有一個長度㗎嘛。係。係嘛？咁你譬如我當你把刀60多cm 咁嚟計，其實係冇數嘅，真係黐身嘅。咁啊，倒翻轉啦。如果譬如你話你又係揸兩把咧？譬如兩把武士刀咧，有得打。如果你係可以雙手嚟用，即係你攻，除非你宮本武藏，係啦，即係用翻宮本武藏嗰一個嗰長短雙刀嚇。嗰、那個叫二天一。二同埋天啊，天地個天啊，二天一用二天一嘅打法就可以啦、第二，你揸長咧，一寸長一寸長啊，真係嘅。即係例如你揸擊矛咧、棍咧，理論上咧，佢揸嗰啲八斬刀嗰啲咁短咧，佢要入你咧都比較難嘅。哦，即係好似啊，傳說中嘅宮本武藏對佐佐木小次郎直頭攞個船長出嚟啃嘅。係啊，嗱、啊，其實我想講咧，你由呢單嘢你睇下，其實宮本武藏喺日本叫劍聖。一定係實戰型。其實你睇下嗱，呢、這個劍聖，呢、這個所謂劍聖，你睇下佢你就知啊。喂，佢根本就完美話俾你知，傳統武術同埋呢個嗱，其實宮本武藏同呢個咩啊阿東哥咧，都係嗰類人嚟嘅。
根本就係嗰類人嚟嘅，走去挑和尚機啊，又去同啲殺手打啊，跟住咩打坐在木小次郎，喂，打到你嗰班咁嘅浪三足三尺長，屌我攞支木嗰啲餐船嗰啲，再長你兩嘢先，掹柒你個頭，好嘛？喂，你見到根本佢嗰啲話俾你知係真係必要時咁打啦。喂，仲有添。是策略持大刀，系啊，搞到你人心急如焚，又猛又成，几到攰。你睇佢同啲和尚打，跟住喂大佬，人哋都话啦，呢个即系武术界又好，武士又好，刀不离手，人刀在人在，刀亡人亡啊嘛。系，我把刀飞尘人，即系你明唔明？呢啲咁嘅嘢，即系你又见到嗱，佢嗰啲咧就真啲嘅啦，以无限为有限，刀无冇撞啊，真系噶。日本叫劍聖，但同樣有很多人咧話佢咧離經半道嘅，因為點解咧？武士刀咧係兩隻手揸嘅，係啊，就唔應該一隻手揸一把嘅，啊，係高官武狀咧去提槍嘅，嗯，都係應該咧一隻手揸一把，一把長啲，一把短啲，跟住咧同埋咧係必要時咧。以命相搏噶嘛？喂，攞把刀咪你咪咪你咯，系咯。喂，其實咧，佢呢樣嘢咧，去到後尾咧係 OK 嘅喎。嗱，實戰係證明咗你。如果你有睇呢個新撮組或者新選組啊，即係同樣叫法啦。嗯。你其實你睇下後尾，其實都有講噶。例如你土方歲三啊、近藤勇啊、幕末嘅武士，版本龍馬仲犀利。嗯。左邊日本刀，右邊揸支西洋火槍。喂大佬，同你攞刀間啊，跟住又 fit 你一嘢先咁樣。喂，即係你見到噶嘛？其實武術應該隨呢個潮流咧嚟到演變。你有冇睇而家嗰個咩殺神咩John Rick 係嘛？淨係嗰個阿奇里維斯做嗰套咧，係嘛？咁你見到佢都係咁噶，即係而家最興噶啦嘛，槍械格鬥啊嘛，好近距離，我同你一個人嘅身位，跟住就。扮你一枪，跟住人哋打我咧，又挡一下，又诶，所以嗰时候日本仔打过嚟咧，就系支枪前面有把刀嘅，跟住自己仲有把东洋武士刀跟身，就咁解啦。同埋咧，另外咧，其实咧以前都系噶，啲人都话啦，其实你武术咧同现实咧有距离，分别就系、是、如果你真系以前劈友嘅话，佢哋劈友或者真系打仗。其實啲武士刀唔會插入去個刀套度噶，唔會喺個刀鞘度噶嘛，係、嗯、一把一把插喺地下噶。點解啊？劈到崩咗斷咗，屌換個把咯，咪咯，係咪啊？喂，仲整把槍哥專用刀傷曬金啊？冇噶啦，係咪啊？邊啲咧？你係大將軍啊？你係老細啊？嗰啲咁你咪啊要威嚴啊？要做個樣出嚟嚇人啦、啊。通常都封曬啲地區，你都見唔到噶啦。咁啊係，咁但係你都要俾啲文武百官望到。你打機啊，武田信玄同上杉謙信啊，真係兩個困埋，跟住呢個攞把扇博人，嗰、那個攞把刀，但你估真係有發生過咩？冇噶，冇出過嚟。武田信玄警武攞個影武者出嚟嘅咋，自己都唔出嚟噶。啊，即係咧實戰嘅嘢咧，真係要不拘一格。即係頭先咁講，宮本武藏係一個好好嘅示範啦，飛把刀出嚟，你喺度即係拘泥於啲套路啊、規矩啊，你一定輸 Q 緊。但我覺得咧，譬如好似咧，你講以前咧，譬如阿李連杰啊、吳京嗰啲咧，咪都係打過一啲叫做話即係國術嘅嘢嘅。唉，你都見佢哋係嗰啲套路操得幾 fit 幾靚，所以咪電影明星咯。佢哋唔係一啲咩無差別格鬥。但係我睇吳京同甄子丹嗰啲係真係我睇佢係似有實戰嘅。甄子丹一定有。你嗰陣時候一個打八個啊，救啊邊個啊？萬綺文嗰陣時候，係、啊，你大家去 Google 下都揾翻呢啲舊新聞。有啲係打實戰好犀利噶，泰戲嗰啲有個叫係咪叫咩盧偉光啦、啊，你知邊個啊？即係做古惑仔做太子嗰、那個。哦，係喎、啊，嗰、那個好犀利噶。跟住另外講緊咧嗰陣時咧，阿周比利啊。知边个？即系阿周星驰咧，上海滩赌圣咧，回到过去咧，咪有个日本仔北加一路嘅，系啊，嗰、那个好犀利啦。跟住拍戏嗰、那个功夫嗰个啊，梁小龙啦，元彪啦，呢啲系一定打得噶，系咪啊？因为佢唔同啊嘛，嗱，你要知道啊嘛，成龙佢卖嗰啲系乜嘢咧？佢卖嗰啲系巧合，系体技，系嗰啲打关斗嚟缩去斗嗰啲叫做系。雜耍耍到醉拳俾你睇，好好笑。嗰啲係雜耍，但係你見到其他為你阿咩袁華，跟住另外梁小龍，佢哋賣嗰啲係功夫啊嘛。硬橋硬馬啲嘢。係，喂，梁小龍係空手道㗎，佢唔係打國術㗎。同埋梁小龍後生時候係非常好打嘅，因為我頭先講，其實有啲操空手道嗰啲咧，係同梁小龍
個拆嘅。梁小龍佢哋話係香港空手道入面咧數一數二踢腿腿技好靚嘅人。哇！真係你都真係跳過唔少人機啊！邊個啊？你我冇啊，我冇跳過機啊！哎呀，扮曬嘢咁，一定同梁小龍踢過先。嗱咁樣啦，阿昌師傅係咪要同阿雷師傅約戰啊？澳門冇錯，喺沙圈度打。唔系嗱，咁我哋嘅江辉坦谭司长咧，就将会喺年中咧搞第二届嘅武林群英会，会叫曾俊华嚟啊，曾俊华都好喎、啊，又识嗱，你谂下，佢又识剑击，又识中国武术，你教人拳啊，大佬，佢唔系打咁简单，系教人啊，即系学你话斋，佢一边用左手用中国武术，右手系西洋剑。你一定贏啦，係咪先？即係類似呢啲咧，兩一個前財政司司長對現任嘅文化司司長，哇，好睇啦！洗先生再對啊頭先阿東哥又好睇啦，係哇！你咁咪推廣到澳門咯，係咪先？曾俊華先薯片先嗰日講佢講咗。聽佢講段嘢先覺得堅喎、啊，佢話原來佢以前喺美國讀書咧，同阿甄子丹同一間館嘅。係啊，甄子丹佢教甄子丹啊，甄子丹俾人揼、啊、跟住唔夠打，係嗌佢去，佢嗌曾俊華去揼柒恰甄子甄子丹嗰條友啊！哇！你咁、okay、你諗下曾俊華個武職去到邊？你諗一諗先。嗱、啊，葉問同人打，葉問都輸，你又俾人打到喊，翻去揾師兄，個、啊、師兄原來係薯片叔叔，跟住自己都打贏人，薯片叔叔出嚟揼人，跟住嗰日你有冇睇到啊？佢話翻佢喺讀大學識佢老婆噶嘛，佢老婆話佢讀大學時候成日出去打交噶。所以嗱，點解嗱？而家去分析翻咧，點解佢選唔到咧？其實嗱，真正嘅原因係乜嘢咧？只有佢咧，先至會夠吉事咧。是真的呢用武力来独立的。怕他武力建国、啊。大镬、啊。大镬、啊。教晒啲徒弟啊下面啲人啊全部五十岁以下都即是武功的好大镬。可能香港要服兵役啊嗰啲啦。是啦跟住你大陆嗰啲全部都是那个雷公太极咁嘅款咁嘛点够打呀系咪先。是啊。喂大佬你諗下甄子丹一个都打八个啦拍戏都打十个啦。是啊。系咪先哇咁你仲劲过甄子丹。香港呢会系城市安全系数好高的、啊、即是变成撒雅人、啊、如果他做特首斯巴达人大王 有些什么事呢即那些例如那些恐怖分子来香港搞事、啊、他第一个缆车冲进去跟着那些大陆游客在那里在这里导游、啊、第一个冲上旅游巴不用啊你通街个个都懂打即是三五个路人都懂得揼柒你不要看他的样子那么和善这个石师傅即是呢他已经啲武职呢他都高到某个层次呢就开始要练到自己的样好和善那些我跟你说我估啊那些咩整个议会呢真的好抽呢我估计是曾玉成嗯曾俊华啊这些应该都好抽的哇怪不知得啦嚟家香港的立法会选举就是他们两个再夹埋啊田北唔系喂以前嗰陈伟业都好坚嗰个陈大舅呢我同你讲过我在香港见他呢跟着他单手撑起我啊！冇講過俾我聽。我嗰陣時喺香港見佢，跟住我話、啊：喂，我話你真係咁大隻嘅。佢話係啊。跟住我話你有幾大力啊？跟住佢單手撐起我。你知道我咩蹲位啊？佢可以單手撐起我，啊、但係唔係講笑啫、啊。所以咧，大家想做立法會議員或者做官嘅話咧，練好啲武功先啦，係咪講？佢嘅身形就同阿森哥近似咯。哇！有得打，有得打。好啦，咁我哋到武林群英會之前，我哋再講翻呢個武職嘅問題啦。咁啊，記住啊，今集嘅所有意見咧，不代表本節目或者本人立場。有問題咧就揾阿森哥。錯。去昌哥嗰度踢馆，昌哥讲多次武馆地址喺边？路环石排湾蝴蝶谷三号昌哥武馆。系，别名系乜嘢？别名啊，我就咁个招牌写住喺度咯，你去到见到噶啦。唔系竹院咩？嗰个系旧竹院如果系嗰个主教山度叫新竹院好，冇问题。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就嚟到呢度啦我哋再讲，好，拜拜。拜拜